三二八，三二一，哈！这火力我有点低，我看一下，我的妈！哇，这个镜头里看莫妮卡在火中燃烧啊！我同事上个礼拜飞卡尔加里，他跟我说整个机上坐满了97%的位置，但我们现在好空啊，我感觉只有一半都不到。嘉航给我们发了保护包，每个人有一个手套洗手的，哎，他给了耳机，一个口罩。 A lot of boring math later。行，我们今天晚上定了吃这家潮汕火锅。吊笼，可以了是吧？行，刚重新可以。好，你放这儿啊？要上一格。哦，这样的，我操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四个吃了200多块钱的牛肉火锅，没有吃饱，现在又坐下来在酒吧吃东西了。这个是甜的，一样的一个味儿，不是这个有点甜的那种，这个有点甜啊。嗨，早上好，现在是第二天，昨天下午到了之后就吃了一个火锅，然后又去酒吧街喝了很多酒，回到酒店都大概卡尔加里时间12点多，那就多伦多都2点了，我们才睡的吧。我们现在准备先去超市买点东西，因为之后要在班夫住6天，路上应该1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。我们到班夫镇里了，然后现在停下了车，突然就开始走 trail 了。我放个节，我们现在到住的 Airbnb 了，我们这一次住 Kenmore， 然后一个人都没有，有一点害怕。这个院子好大。还有三个船，我们应该就是住这个屋子。哇哦，有一点美丽呢。要拖鞋吗？嗯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脱吧，这也太大太爽了吧！哇哦，好爽啊！哇，这好大啊。哦，这有一个房间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太帅了，这个地方外面就是这样子的木头，下面有2间大房啊，一人住一个不就完事儿，不用这儿。我呀，哦，但是他已经漏了，他怎么出去？哎，这边还有二楼，沙发就都喷完了。二楼也好大，一个阁楼，3个小床，不过我们用不到二楼了。在哪儿啊？太帅了。我们今天去中国超市买的一大堆调料，我们买了超多食物的，这个牛奶瓶装的，我们刚去超市买了4大块牛排，然后再烤4个土豆加上 bacon。两个在烤牛排的人，这外面还有一个桌可以在这儿吃饭。哈喽，哇，哇，好香啊！哇哦，它这个火大，我操，一下就好了。真的，就比我们家火大，为什么呢？妈的，这接的他妈这个管道。吃白水煮青菜，挺有仪式感，吃出了它。这盘子也忒脏了，看着。那你先弄这盘是咱俩的，你不用弄那么细致，你给他们俩再弄细致。对，谁弄都要细致一点，就是。行，就这样去吧。啊，嗯，这是一半。哈哈。我们现在酒足饭饱，开始劈柴了这边。料子。哎，可以了，砸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可以，我操。哎，就这么砸。对，这边。
哎，高教练，高教练，我不行，有点厉害啊！这东西还是要稳，你知道吗？这也可以，这个好，这挺好，这这。怎么已经成这样了，我操！屁股！哎，等一下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我的屁股还是很重要。哎，对了，哎，没有剪辑的情况是这样的。哎，然后你往下。哎，对了。劈柴也要把作弊发扬光大，你呵呵。哎呀，哎呦，你别抡过了脑袋呀！我也觉得好恐怖。你抡过脑袋，万一掉了怎么办？哎呀！来一个成功的吧。哎呦，哇！互相连上阻力。我操！这个拿小的劈就行了，就小的，你看。房子做法事。There is a glimmer, a hint of hope that keeps me strong. And as it brightens, I know it's here that I belong.